哎呦，好有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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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有
用觉得热，突然又台风。好的占为己有，坏的一再重播。哪一扇门可以让我躲一躲？眉毛很忙碌哎，就是我。你进演艺圈大概多久时间？我们才刚出道一个月。那你刚这个表演有经过经纪公司的同意？有先问过。那我就放心了，不然等下会被揍。来，你呢？我要表演螃蟹舞。螃蟹舞。好，谢谢。那个很棒，很棒，很棒。厌世哦，有态度哦，我这螃蟹很不缺哦，心情不好。有态度，一个无神的表情。很传神嘞，对啊，有你的非常好，很好。这一到五分的话，我觉得及格，三分以上。哦，三分，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前面的标准很低嘛，所以等一下是他们一起比，哎，你至少没有偶包。不是，而且他们不怯场，我觉得是很重要。而且出道一个月而已，才一个月，很多人出来就是连讲话都讲不好。对，没有我出来那么久，讲话还是讲话。所以你的经纪公司要毁掉你啊。五分给几分？我觉得我给四分，因为他们这么漂亮的女生，可是却愿意就是做一些可能有点比较挤眉弄眼，对，丑化自己的，放下偶包的那种感觉。我觉得有这个心就很厉害。丰田觉得嘞？三分，我也是三分。你凭哪一点？大哥，我个人给四分，相当高的评价。因为色，不是。第一点，我觉得他们就是敢表演嘛，然后重点是他们表演的东西又是，比如说他的螃蟹舞是最符合流行的，他们因为你知道团体就是要抓住流行趋势，你才会抓到粉丝的心。然后重点是我觉得你们俩可以融合在一起，比如说你可以用眉毛然后再跳螃蟹舞，那就更进阶了。哦，对，有，来哦，对。对，就又有个新的感觉。OK， 好，我觉得他们是嘛。计时开始，四个字，撒撒下下撒下撒。你一次讲完，下课时钟，下课十分，下课时钟，撒撒。pass 啊 ，pass 四个字，这可以。地方妈妈。地方拜拜，地方妈妈，地方妈妈，对，三个字，三个，潘玮柏，碎，五个字，三立电视台，台北小巨蛋，三立电视台，现在没有在待三，再一次，三立电视台。你很紧张，真的，好，结束。哦，这个真的太大声了。你最后一题没有答出来，真的完蛋。三立电视台，三立电视台，你讲，这很难呢。三立电视台，对，还没讲完，答案就这样子背出来。我们在这次要表示对电视台的忠心。忠心。哦，哎呦，完全不同曲风哎，好可爱，好可爱，而且不同曲风哎呀，哇，可爱，可爱。Oh, o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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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
个门，对不对？门被锁住。你这什么样的？你跟着摇干什么？你是这样说了，是不是？声音太可怕了。干！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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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！哎哎哦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！哦哦哦哦！干嘛？你可不可以不要连续？每哦一下就有走对是？很精彩耶，不是那个刚刚是 A 片的，就是我被吓到的时候会失语症，没办法讲话，然后就从那里因为我没有玩过。你喜欢哪一种剧本？是搞笑的还是那种感人的那种？搞笑的，搞笑的。那很适合我们呢，因为我之前有进金星当实习生过。哦，有啊，还有金星耶，是做那个风水。风水有关系啊，关系那个节目是是是，所以你有进去过实习，有。结果后来怎么离开的呢？实习结束就要换一批实习生，我有进过尹佳，又是你耶！过来，花多少钱的指控？过来，尹佳是旅馆是不是啊？大哥不要生气，大哥不要生气，听听他怎么说。刚好就是张维忠老师要看他家的风水，然后那时候刚好是我接到那一批。哦，你是制作组的，对，实习生嘛。难怪我怎么觉得怎么可能会没有印象？他有跟你搭讪过？他问我制作人说我是谁，嗯，然后他说你叫什么名字这样。所以你有搭讪过啊？你怎么会没印象？制作组的要把你真是幕后的幕后啦。我没有，我应该是因为礼貌，因为这个，因为大部分的工作人员我认识。因为是我们自己公司的，出自于这个有礼貌嘛，因为新来的，他没看过，我一定要问说，哎，请问小姐？对啊，因为总不能说，哎，那个小姐你过来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要知道一下名字嘛，后来有知道名字嘛？对。哎，他应该忘记，我记得，因为他说太多，开心嘛，没错啊，客气客气，是是是，所以不是嘛，所以没有那一回事嘛，对不对？安全下装，不是，我就会制作人，我会去问制作人。制作人什么？他确定有啊？确定有什么？他有怎么样？他有怎么样？就是制作人就问说他怎么只跟你打招呼，然后不跟其他人打招呼。哇！张立东一见两见也就算了，对不对？张立东，今天录影已经几次了？你真的是我们台湾的台歌物质。没有，实在是很难收尾。你这样讲就是太抬举他了。你陈为民接班人哦，是啦，我真的他上去去。哇塞！我滚！你们烂！